请确认。好，再见。谢谢。哎，奶奶，这边。小景，赶快坐。哎，小景，小景啊！哎呀，这么丰盛啊！小景，可以吃了吗？啊，吃吧，爷爷，吃吧，吃吧。小景，你刚才看什么呢？刚才看到我喜欢的人了。啊？你喜欢上的人，从哪儿的？谁呀？多大年龄了？是你同学吗？啊，是我喜欢的歌手杨晨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孩子啊，这么大年龄了，自己的事儿呢也该上上心了啊！你看，爷爷你那么大年龄的时候呢，我跟你奶奶我们都结婚了。对对对，小景啊。你得抓紧时间找个女朋友了。嗯啊，知道了。哎，吃饭，奶奶。哎，好。这汤挺好喝的。哦。嗯。